哥，是帅哥节吗？我要走了，因为我要离开乐山了，因为我不想给阿伟哥还有老板还有糖糖姐他们带来麻烦。不是因为我来到这里才让他们老是这样子是刷一枚，老是骂他们，你们就不要去骂他们了，也不要去说他们了，怪就都怪我吧，不要怪他们，因为我来到这里他们才这样子，他们都对我非常好，他们都是为我好，所以这样子的，我走了就不会这样了，我走了他们就好好的和平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希望我走了之后他们不要为我这样子，我要离开乐山了。我妹妹就老板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妹妹吧，因为我妹妹在你那里我很放心，你替我照顾她，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你们也不要担心我，也不要怪他们，怪就怪我，怪我自己太没用了。心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，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